明天不知道啊，没有六七点开机是不会的，我们应该会六七点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出装。应该那个时候出装应该是差不多，不会那个时候开机。胖子吗？盐水鸭是这儿的吗？没吃过哎。感觉我除了眼睛和吃，对其他毫无兴趣。我就是不能让别人，你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皇帝吃饭每一样东西他都只吃一口吗？你怎么可以让别人轻而易举地掌握自己的一个喜好呢？不捆不捆，哦，三口。真的很牙尖嘴利。我吃饭真的是吃挺快的，说实话哈，真是那个盐焗鸡哈，没有感觉特别好吃，谢谢 Lossy， 没有觉得特别好吃，有点咸了。QQ 肠挺好吃的，主要里面有蒜，还有大蒜。如果有那个辣椒粉就更好了，今天晚上那个能演了，我是想，但是没有接到目前。古装我目前还没有那个考虑这个。胖子吗？盐水鸭。没吃过。等于说没吃过那个胖子吗？盐水鸭都是假重庆人，重庆几千万人哦，每个人都要去吃一口啊。他绝对是那个店的老板，他给那个打广告，还顺了他的意把名字给他念出来了。谢谢艾达尔。一拍两散。毕意吗？这个名儿取的都一拍两散了，你都可能看下去，那他肯定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金米迪，咱们配不配？要配，要配。200多张拍到，会是一个你们很喜欢的结尾的。
后面还有这后面订的不多了，后面我的订了就是下个月拍完了，然后就没啥了，我就五月份啊这些其实后面都没有怎么安排。嗯，对，然后剩下就是九月份跟十二月。我要是没有拍摄的话，我肯定还是会回一趟重庆的。哦，五一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回重庆，感觉好久都没回去了嘛。谢谢 Burial， 不用接不用接，多费事儿。嗯，现在就是挺发，我就是回重庆就是都回自己老乡了。回自己的故乡，我肯定也找得到路，别接我。所无疑，我们就读个家去，还是口头上跟你们说说，那保不准他明后天这几个大家都又约出去时间了。而且五一期间哈，我他说他是休息不是度假。五一期间我觉得出去的话会很打紧儿，我不是很想就是在五一期间就是跟别人挤着去玩，那段时间大家就是大家都放假，人肯定爆多。嗯，我就喜欢挑那种就是大家没有就是周一到周五啊那种大家没有。就是在正常上班的时候我出去玩，就没有人给我抢位置。对，就是工作日。今年放寒假的时候，重庆好多人哦。谢谢林子。最近要出新片，娱乐圈跟王爷应该马上就要上了。会打败，怎么叫打败嘞？不是一个性格的人吧？各有各的好。重庆，你就正常一到周五的时候人不多的，解放碑、洪崖洞那些就是正常流量的人吧，你就进得去。你像寒假那个车是开不进去的，我当时就是去洪崖洞那边，我都是坐的摩托车才进去的。开车堵成猪肝红，就是堵在那个一动不动车，然后赶紧我跟我姐姐下车了，下车了之后去拦了一个摩托车，坐的摩托车进去的。你要喜欢拍照啊，喜欢吃一些重庆那些零食，就是那个叫什么小特产啊，那些在那边还可以，就是逛逛嘛，陪家人，打个卡，拍照记录一下。